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 阿金呐、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参加这个全员逃走中，没有错，最近很红的一个节目，所以我就是参赛者，只要能通过这个挑战，我就可以拿到10,000,000的奖金。所以我们这一秒已经开始了吗？是已经开始了吗？所以他们会派出大量的保镖来追杀我，对不对？不过他有游戏规则，我不能开车，不能拿武器，然后他们碰到我，他们就获胜，我就失格了。所以我先想办法躲起来。现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的钱也一直在增加，每过一秒钟我就增加1,000块哦，所以其实还蛮好赚的。这样等于是秒薪就有1,000块，人家是时薪，我是算秒的，好不好？先躲到玩具店这边，感觉还蛮安全的。他不知道会不会派人出来追杀啦、啊？不行不行，等一下，这个突然冲出来，我没地方躲啊！哦，等一下，我后面怎么会有一个黑影？这个保镖跑步不会太快哦，先走，不要撞我！呼呼，先想办法甩掉他。他是不是被车撞？他们被车撞啊！又来了，完了！嗨 Q 啊，我被这个保镖给看到了。他应该不能叫保镖，他叫做猎人。我们不能被猎人给追到，然后我们这种参赛者叫做跑者。他还在追太夸张了吧！现在一个就这么恐怖哦，我必须找个十字路口把他给甩掉。等一下，甩不掉。有吗？我觉得我要找个高低落差的地方，让他没办法追上。结果，先过马路，走这边。一个蛇形走位，他一开始不会追得太紧哦，太扯了。等一下，我差点就要被他碰到啦。没有人这样子的、啊，现在节目才刚开始而已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有点快跑不动了。等一下，我翻过去，咬我啊！我好像逃脱成功了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猎人追的有够紧的、啊，前面那个警车是在干嘛？我发现好像要逃脱这个猎人，就只能利用这种高低差、啊。我们想要利用这个十字路口把它给甩掉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。现在应该安全了吧？他说，再过30秒会出现大量的猎人，会一次出现5个，真的假的？5个不会太多哦。好，我们先走。有吗？有出？等一下，出现了！也太多了，我总觉得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可以把它甩掉吗？不行啊！现在后面一堆人啊！赶快过马路！快门路人，赶快把它给撞掉！现在就只能跑了啊！不然还能怎么办？还是我们跑到这边，好像没有可以闪的地方快 go 接过，小心一点，过马路，小心马路如虎口，我们只能尽量跨过这个地方了。过来咬我，他们会过来再跳。好，下去，直接下去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安全了吧？你刚才还想要弄我啊？这些再多猎人我也不怕。他们跑过来了是不是？他
们好像跑过来了，哎，完了，这边是不是死路啊？这边好像可以爬上去，借过，让我先走，你们不要挡路啊！好，赶快，哦，一个闪过，再一个闪过，哦吼，蛇形走位啊！哎，他们追得太快了吧？翻过去，好，走这边。哎呦，哎，被撞到，小心啊！哦，好险！不要再撞我了。我们先想办法走楼梯上去。走楼梯上去应该比较安全吧？他们来了！快！救命啊！这是才是我想要讲的吧？小心啊！哎呦呦！走！借过！你不要在这边滑手机啊！哎呦，怎么办 ？BBQ 了！我们先想办法走这上面好了，想办法上去，上去了才安全。哦呦，这也太累了吧！这逃脱成功也太困难了吧！哎呦，哦，差点被他摸到啊！然后我们走这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从上面。哎呦，还好，没有摸到。小心，我们走这个地方，走这个地方下去。哎，哦吼！应该成功把他逃脱了吧？哦，吓死我了！什么？他说要先把我传送到一座岛屿上面。等一下，哎，我真的被传到一座岛屿上面。等一下，这个岛屿上面有猎人呐！哎，哦，怎么办？只能游泳过去了吧？这猎人应该不会游泳吧？我要走哪里？那边才是岸上啊！哎呦，赶快！呜吼！哦，这应该安全的吧？哦吼，他没办法过河。等一下，这个主办单位不要随便把我乱传到这个岛屿上面，好不好？很危险欸，太可怕了吧！快，我们先赶快到岸上，岸上应该没有猎人在等我吧？心机应该没有那么重吧？哦吼吼，好，上岸了，成功过关，还要把我传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哎，这里是机场？哎，不对，他把我传送在机场里面，我等一下要怎么逃脱啊？这要逃脱也太难了吧！我来，等一下，已经有猎人正在追杀我了。我们先往前跑，只要我们不停的跑。等我走那楼梯有没有用？走到楼梯好像没有用。先打消此念头。完了，怎么办？还是我们上那个直升机，我们可不可以上直升机？好，我们这样子，然后我等一下跨过那个水泥墙。哎，这只能上直升机了吧？哎，想干嘛？哎，哇嘞！等一下，我被摸到了。阿嘞，哇嘞！我以为我可以挑战成功，没想到我的10,000,000奖金这样子就没了。好啦，看来今天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没有奖金了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得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